大家好，我是阿耀，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诗古教室。我最近发现敬拜队很喜欢将一些诗歌改编为 Bossa Nova 的风格的。可能他们想要一些比较轻松的感觉啦。但是我发觉很多初学者不知道怎么打 Bossa Nova 最基本的节奏。所以今天我会教大家 Bossa Nova 一些基本的节奏和一些简单的过门。另外我也很辛苦才找到几首 Bossa Nova 感觉的诗歌，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练习。 Bossa Nova 通常有一个固定的 bass drum 节奏，好像这样。 Bossa Nova 另外一个特色是通常用 chord stick 代替打 snare drum 的。以下就是 Bossa Nova 最基本的节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诗鼓教室。如果想看到这条影片的完整版，你成为我 Patreon 的会员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我都有提供网上一对一的教学，如果你有兴趣学敬拜鼓的话，可以用电邮联络我。多谢大家，拜拜。